Hello， 萨瓦迪卡，欢迎来到港式泰文啊卡，我是 Crystal。今天带大家来到朗豪坊看这个无神神圣诞树，咁就由迪士尼的 Pixar 卡通人物去组成呢个毛毛球，然后再砌成一棵圣诞树咁嘅样子。你又认得出有几多个卡通人物呢？我又冇认真数过啦。咁乍眼睇咧，就有七至八只嘅卡通人物啦，就变成呢个嘅毛毛球嘅状态啦。虽然今日唔系港式泰文啊，我都教大家少少关于呢啲毛毛球嘅泰文啦。毛泰文就系捆，捆就系毛啦。毛神神就系捆夫夫，捆夫夫。捆夫妇就是毛神神啦，咁泰国人亦都会形容为呢啲咁可爱啦，咁多毛啦，好似会发光嘅嘢啦，即系你感觉上会闪灵灵嘅嘢咧，嗰啲就会有个形容词形容佢哋，就系粉粉啊，粉粉就系我哋讲嘅 bling bling 眼，佢呢啲情况好难忍得住唔摸噶。你清楚有冇请勿触摸个牌先，系冇噶。影片嘅时候发现同隔篱嘅一齐神痛抱咗，一齐去摸啲毛毛噶，系几滑噶。咁你咧，俾我摸下滑唔滑先。咁样搞法未够一千先黄标先，软淋淋真系几舒服，应该系黐粒粒嘅。疫情期间真系唔好乱咁摸嘢。如果真系摸嘅话，记得用翻消毒搓手液去消毒翻只手。好啦，换个角度俾大家睇下呢棵树嘅样啦，同埋后面系点嘅样啦。系咪咁正唔惯呢 ？Subscribe 咗未咧？喂，又多手。咁树后面咧就有一间 Pop Up Store， 就会买翻佢哋嘅产品啦。咁土就唔入去睇啦。咁如果大家中意听土乱噏一通，然后一边行街一边教大家泰文嘅话，就快啲 Like、Subscribe 同埋订阅。订阅系广东话，应该系 Comment 同埋 Share 啊。咁得啦，萨瓦迪卡，拜拜。